笑得不好看，所以就不敢笑，怕声音不好听，所以就不唱歌，怕不讨人喜欢，所以不敢认识新朋友，怕会丑太白出，所以只敢一个人行动，后来连最单纯的关怀都像是刻意的讽刺，讽刺你最不堪的真实，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。一个历史的人，没有人非一模合，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一个人跟风少一波，该轰轰而不是被无谓的孤寂捆绑，对谁都可以低头，但别被你的自卑感左右。说的不感人，所以保持沉默，怕会被人抛弃，所以不轻易和人靠近，怕会看到结局，所以在开始前封闭自己，后来连最单纯的关怀都像是刻意的讽刺，讽刺你最不堪的真实，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。你可以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你该勇敢放手一搏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被无谓的孤寂捆绑，对谁都可以低头，但别被你的自卑感左右。如果什么都还没做就先放弃了的话，不觉得有点太可惜了吗？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你该勇敢放手一搏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被无谓的孤寂捆绑，对谁都可以低头啊，更别陪你的自卑感左右。谢谢。